百万现钱就自以为是啊！向上提升非常困难。对，上人总爱你啊，蛮钟爱你啊，所以一定要短读啊，爱怎样，抽出真实之力，这是真实的啊，见性破一病无名，见一份真性。 这就是立，完教初祖，初祖所建得的这个利益是主信，总门讲的民心建设，是相关化，嗯，就介绍到这就好。各看下面<对>的。 文，本文，轮观第十七面，地藏菩萨本愿经，轮观第十七面，道诵第二行，咱、嗯、将这文念者就好念了。天台一柱大乘经，立四众三昧，修十行观法。 地咒淫心现三千法，这种行观仪，你就讲的这个三观，三观第一个就是 j 行观 j 行观内面最重要的就是你爱知影四种三昧甲是行观法。 阴心就是五阴之心，也就是八识、八识五十心所，用的是这个心嘛、啊？请大家共加拢真正大失。 天台大师发明三智三观，三智三观确实是发明啊！这修行方法好啊，非常大实，咱凡夫有入手的所在啊。 这个方法呢，真真正类似世尊伫灵岩会上所讲的修行的原则、原理、原则。但是迄、那个时代《楞严经》无传到中国，智者大师听伊讲有即款代志，所以伫天台山起拜经台。 打工向西方礼拜啊，求感应，希望灵验经会当传来到中国。礼拜了十八年啊，打工拜啊，你看迄份虔敬之心，无容易啊。所以是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啊。 伊老大人有这份正经之心，感动后来波拿米地将这部经送来中国。天台大师无看过《楞严经》嗯，经团来到中国以后。 当时的人注解《楞严》，就用天台大师的三智三观解释《楞严经说的》常所讲的什么他比如像哪，像哪，用这个天台教义来解释。 伊个代表著作《中水疏》，最现在看到《灵验经》的注解《中水疏》，就代表古早时阵一派，拢是即个讲法。到明朝高功大师下即个讲法，根据灵验的教义提倡下士用棍。 天台是用色，地咒用心现三千法，即是用色啊，毋是用棍啊。可是高公大师讲的理论无错，符合《林严景的经义，咱做袂到啊。下色用棍，还是什么款人。 从门们内面讲嘅上上君人啊，中下君无份啊；但是天大家所讲嘅中下君有份啊。高公讲嘅虽然好啊，咱做袂到。中水说虽然讲不及高公。 但是咱可以用得着，所以这个高精助数拢好啊。近代呢，原因老法师也用眼镜讲机，讲机，咱学习就非常方便啦。 伊是融合古今的讲法，伊一生专攻灵岩啊。咱伫灵岩经讲义书文内底看到，伊个书本写个真好。伊二十五岁就发心学灵岩，灵岩经，灵岩经讲伊七十四岁才完成的。一生专修专弘。 所以，伫上海咧，开一开一個道场，叫萬“万明广场，万明就是灵严的教义。一班咧学院是灵严专中学院，专门讲一部警，做真正确啊。 真可惜，伊老大人向后不传人啦。可见诶，即款代志真困难啊。咱恶根高，若是只在名利为中，就袂当成就啊。<noise> 最给很多。 也会当达到观行为啊！晚年法师是什款人物？咱详细个看，也是观行为啊。五品位，可是后来的学生呢，连五品位都拢无。个是咱家己爱知样？咱医生努力是在讲。 也只能达到五品位，个向上真困难，但是咱来努力，努力向上提升，这是诸菩萨对咱的希望啊。 这是说明关行为，这三种关法里面，第一个是中 o 行，第二个是约法 g 下面各解释：由意住境，无言故，约思相法，如心行观。 即个解释，用真简单，可是你噶书用非常这是就是的深广，即是讲就事发想，爱立心性观啊。安怎立心性观呢？ 精明供给，在《道生第四行当中，你要发上，如观四谛，五行之门，你一念心以为万管，这条是解释的，所以。 佛作说法，如果咱唔知影观法，这个观法就是以说法的表法。你若无懂这個意思，佛所说法真正的意思，你无办法了解。就开经记讲的，原界如来真实义，如来真实义。 实在言语以外，思想以外，思想，比如咱只钢灯，钢灯内面强用佛像，强用诶盘灰，这拢是思想。 这书上什么意思呢？你也了解啊，你也知啊这会当立观。讲互相好表什么？互相代表什么？互相代表主性格。 三种地，三种角互相代表这三种地是自性本具的智慧，一这地都种地，一切种地。三种角，自角格他，各形万万。你表这意思啊？表示性地啊？ 自性本来就这三德啊，供养菩萨，菩萨表修德。咱修正宗的人，通常供养的西方三圣，当中供养阿弥陀佛，两边供养的观音世子，观音表慈悲啊。 世智比较智慧啊！那跟他讲你的，用用这两尊菩萨，好咱达刚看着，提醒咱，那生活、工作、住宿、待人接物，啊，要有爱心嘛。啊，你的你就就唔是感情用事啊，真诚的爱心。 就会将个代志做较圆满，这敬上是表个意思啊。佛菩萨形象面前，供顶，我早时阵供顶，拢供右顶啊。点蜡烛。 定标功名啊，偏教大千世界，什么功名？智慧诶功名，智慧的功名啊！表要意思啊！那这慢慢啊点点无了，年少家己照耀别人啊！ 用现在话就是服务社会、服务众生啊！下偈为人，互你看了即个思想，看了这個思想，你会当立一心嘛？知影家己应该按怎做法？咱今仔日对这個思想是一无所知啊！ 就叫做迷信啦。这是咱啊，知影，咱真正是咧迷,、啊、迷信啊！迷信啦，毋知信物啊。今仔日佛教会衰落到即种地步。 原因在倒位，无人读经啊，无人去研究经典啊，无人去讲解经典啊，佛法衰落，不然衰落，佛法也有可能就灭了。佛法就像经所说，是一切众生苦海的明灯啊。 咱要救众生，先爱救佛法；要救佛法，就要依教修行，就爱认真努力，伫这教理来下功夫啊！这是咱的正业吧？尤其是出家弟子，出家是做甚物？ 就是做这款代志啊！出家地主不是起庙呀？新开摩尼佛当年在世，也不起个庙啊！每一讲同学做斗研究讨论，改进家己。 错误诶思想见解、言语行为，大家斗阵做即款代志啊，生活更加真简单，更加真自在，甲大自然相应，手卡一缩，日中一息， 好有绿点，明文利用，我一定无贪真痴啊！是过这款生活。咱今然你也想要行教，想要真正利益众生，也是爱对这来做起啊！ 这是咱来明白个呀，要感恩个。真侪人唔知影即个道理，以为出家一定要去一座富丽堂皇的道场，就感觉真光荣啊！真正错了。 即款代志非常清楚，唔是无清楚。你看公，伊讲五五百年，我就讲，第一五百年盖都成就，第二五百年禅定成就，第三五百年多闻成就，第四五百年塔庙成就第五五百年道经成就啊，道经坚固啊。 那现在是第五的五百年啊，所以无去道场，大家无代志，相安无事。这去道场，哦，意见拢来咯，道经来咯。在这种情形下呢，如果恢复到就卡一宿，日中一食，大家无代志咯，不道经咯，道经只好别咯。 今仔日咱修道啊，讲老老实实的话啊，哎，真正起死回生啊，挽救佛教啊，要一切众生的业障啊，徛草厝啊，草厝对倒来咧，家己起啊，家己厝几丛啊树啊，搭一个小厝啊。 哪个什么成绩都拢无了，有心才通建立啊！现在咧，国内有消息互我，希望我登基落叶归根。我讲好啊，我是真侪年拢是有即个希望。我登基国内，我起赌场就是起超处。 做啊，对无要建房舍去草厝啊！逐个斗阵共手起一大草厝，每一个人家己诶寮房，家己起一个小草厝。我哇，去过这种，出去人生活。是在讲呢，真正登去人可以给托诶生活。 赌场免煮饭咯，但教化一个所在，这庄家、这百姓呢，因也真欢喜，人去赌博，过这种生活好啊！真正乌林无争啊，又世无仇啊，罗大家将贪心之万拢卸掉，天下、啊、就太平咯。如果贪多享受， 做作业啊！现在享受不错啊，死了以后三刀去咯，會苦是有得受的啊。现在较艰苦者，将来最低限度也会升天啊。也享天福啊。你若同学想要缀我来去，到我去将来拢住超速，连即款的房下都拢无咯。 这这是真正如法啊，如理如法来修行，绝对有好处啊。下面佫讲托书，这是第三种的管法。托书上，如王家几多名将树立，教书为官。 以道执政，啊，积就是执德，都是所得啊，所得咱的政积，即如风顶破岩，其利可雪。佛祖咧，甲正面又发相无同款，正面又又发相。 是注重在发发生发发相上，这所在注重在思想上。经常讲的王下祥，极度佛山，这是属于思想。思想，佛菩萨名号也是属于思想。 是经典、方定、方定小塑尚普贤文殊地藏，一种小塑尚对于这个塑尚上，就了解伊的含义啊。所以，恭是佛法内面无一有法，不是表法的深意啊。 你会当对个所在确立，这会、個、当成就文官。下 <noise> 面即个文案念落去：读书 <noise> 为心為，为托灵，<noise> 有证书为所托，伊 <noise> 是伊博，正是正博。 医保、政保即些大事，拢是托护法为心灵疗愈，诸法门为所护，即疏法理观之义。这里面。 含义的差别，咱一定要清楚，一定还明了。然后咱伫佛法当中学会，无论是对事、思想，无论是对法相，拢会当虽然做官、這個、啊。这做官就是咱一般讲的开示啊。 在思想上有启示，在现象上也有启示。启示<是>就生智慧，智慧才会得到真正的受用啊！嗯、这是先将名相讲出来啊，然、嗯、后才教咱。 如何在思想发想象去受关？也就是安怎去看一切思想，看一切发想，在思想发想当中呢，得到智慧的启示。下面也举了一关即类。 到度咱就下一关完结，请先开经本地藏菩萨本愿经轮观第十八页，轮观第十八页，对第,第二行看起观。 金经性色本如来藏，一念故叫十界八界三千圣相，出入只关干气概念，为观我音动弹。那先讲这句简单的讲切。 青年大书判教是以圣贤为本经的教体，<noise> 这是证明啊！注意报告记录，圣 <noise> 贤就是如来众生。 一念具教十界八界，十界是上讲的修法界，八界是天台大师讲的，每一个法界，拢具教修法界，所以十乘就是一百，三千圣像一对法华经里。 世尊甲人讲诶是如是，每一个法界，讲古教是如是，一百界就是千千如啊，有八界千如，过去一千，现在一千，未来一千，叫三千圣雄，这是讲。 虚空法界，一切众生的现象，全部拢包括进落。所以即几句话咧，就是咱平常讲嘅，进虚空变化界，拢讲进落。现在教咱观法咧，即、这个观法就是教咱建立正确嘅。 人生观、宇宙观，这是现代名词，诸如“只观干气盖立”，盖是十八盖，立是六立，这是世尊的说法。个人当中，思想中。 即、这个八界迁入，归纳有五音六律十二处十八戒，这是便有说法基见。做这款的一个归纳，现在咧，咱将这个十八戒六律拢改升起，教人观五音重大。 专门就在五音里来用用功夫，就处五音，先干施法，次干修相行，三心作法，这干也就是生了的意思，能改性气，这五音里面为观六色心王。 九相形色，跟阿来观色；六色咧只观第六色，以种五色比依第六意识同时离去，方能出境做善恶业。这是一层一层来选择，最后。 选择的是第二意识，叫咱在即个所在去做官，从门到下，诸事大德时常提醒难，对根本修，虾米是根本？心就是根本。 凡夫对意识心内面下手，这是最初的方便。那念勇公比较容易得力。下面一句灵严景的话来作证：灵严文。 若为正名，就叫家步；义军即自顾魁也。功德甚大，以第七式为所义军，有前五军相应合合。义自己自先恶之业，该拿第八式中，如称可成，物随时出来。 这段话咧，来了解啊。为什么地绿色内面单单具有第六意识呢？前五色其作用，一定与第六色。而第六色甲第七色连带的关系，林阳今是讲啊，真好啊。 从绿色，比如做绿植、绿根接触外面绿点境界，接触六种境界，只有了别，也无分别，怎难分别呢？ 第六意识分别啦，主要知影分别就有好恶，就有善恶，就作业咯。了别未作业，了别是灰啊。分别就作业，所以第六意识是罪魁祸首啊。 那无量劫来堕落在绿岛，便生死轮回绿岛内面，景点内面讲啊真好啊！我定是，在三恶道的时间较长，三善道的时间较短啊。这现象安怎造成的呢？是在讲？ 你要找第一的因素，就是地人意识，互望分别了，所以伊个力量最大。伊对内会当言教阿来阿色，对外会当言虚空法界，人的色面只有 范围上大，所以伫笔画内面，注意会看到相应个心数，第六意识五十一个心数，是拢总相应。其他的這个即个不识个，拢无办法相应啊。好，教你做心数，唯独第六意识相应个心数，缓慢具足。 可见呢，伊个功力真大，即句话讲伊无错啊。伊起来呢，一定连着第六式、第七式。第七式是元啊，叫义军啊；第七式，有念意啊，七是集中啊，六是分别啊。 麻烦就出伫遮。林林验经理自覚家宝，即句话是比如，家宝是指即个自性内面本来固有的智慧定力。 因为第六、二的分别，第七原来执着，咱自性的智慧德灵就袂当现前。譬如道者将咱的智慧德灵抢去了，此即意思。 所以伊甲前五军相盐和黑，这就是作业啦。做足善恶之业，业识种子拢落在阿赖耶识内面，阿赖耶识成为一仓库，随时出入啊，随时去现形。 都是言，就经济去现行，去现行就是割剥，善恶的割剥，来是藏的去啊！这件代事，那那要清楚，还明了，那无来讲。 平常讲修,修行，用功修行，你唔知道对倒位受气啊！用功功夫不得力，原因是啥物？你根本的因素无清楚啊！过去我八听人讲打佛七。 有人讲打佛七是打到第七世，我有听人安尼讲过啊，也听法师安尼讲过，我听了感觉真奇怪啊。第七世要安怎打倒？打袂倒啊？拍袂到啊？用什么方法去甲拍到？ 但是有即个念头，总算未歹啊。第七色确实是真麻烦的代志，因为伊经过接触，所以才有六道轮回。那你讲实当中，是想甲注意报告，六道是发甲安怎来的？ 梦想分别执着，三个拢固执了，欲多现象就很前咯。<noise> 这三项物件在佛经内面也叫做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名烦恼,恼。 用烦恼来做代表，要知影，见思烦恼就是执着啊，尘沙烦恼就是分别啊，无名烦恼就是梦想啊。即三项物件是六道是法界的根啊，对根本修。 就爱将即个物件甲剥夺，大断见思烦恼，放下对世出世间法一切人、一切事一切物诶执着。我即款讲法，大家会了解啊。 集中里面最严重的，是有控制欲望，这念头有占有诶行为，这就麻烦了。你有控制一找零师物，占有一找零师物的念头加行为，念头是梦想。 行为就作业，实在讲念头也作业啊。念头是意业，行为是身业、物业、身、语、意三业，拢都俱足。注意想看卖，有有几个人未作业？有几个人真正放下放下未作业的人，迄个？ 肯定，伊就是富菩萨了。主富菩萨甲凡夫差别就在一念之间，一念加一放下，一念没，伊就去了,了。分别执着，其分别执着是迷啊。 真正明白这事理的真相，还叫干我？实在讲，但是五种心锁有啊无呢？仔细想看卖，我别发明文论，打个连结。 一部笔法，只是解释经典内面两句话。实在讲是一句话，毋是两句话。伫解释一切法无我，笔法就是解释，说时阵伫经典内面时常讲的一句话：一切法无我。 别法就是界法，一切法，一切法无量无边。弥勒菩萨做《瑜伽师地论》，将一切法归纳为六百六十法。天亲菩萨看到了，也对于初学，依然是非常困难。 伊从六百六十法，阁归纳，正做八法，便利加初刻啊！你看八法内面，有违法甲无违法，八识是心法啊，五十一个心所法，十一个色法。 二十四个不相应刑法，拢是归在有违法一类啊。夜里一念金刚经，背后一收机，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。啊，把石心王是有违法啦，梦幻泡影啊。 根本,本就无即个物件啦，但是你去了梦想分别执着，就变现出即个物件，变现出即个物件就有够你修的啊。无量劫来生生世世变生死轮回啊，变即个善恶可乐的果报啊。 就是这下有违法害着咱啊。咱未在其中啊，无干我啊。金光敬讲真好啊，个物件自性内底本来无的，即是伊念不假而又无明。 这相宗讲啊真清楚啊，这对到未来安怎生起来呢？是一念不假，就变成无名无名不假成三世啊，境界威严啊，中六初啊，发展成是法界依正庄严的幻相啊，是法界拢是虚幻啊，拢是梦幻泡影啊。 离开是法界，所以才叫做一境法界啊。迄是正确的。一境法界是属于无为法，毋是有为法啊。是法界拢总是有为法。天台大师讲的真好啊。 六道是惯性微，四生法界是相思微，唔是真实嘞。千万唔通将相思当做真实，你这即个散心误会，你就永远会当正德正果啊。那相思微是小果啊，毋是正果啊。 正果一定是超越是法界，以前法界是正果，这系代志咧，解释清楚，那其实无困难啊。未脱离境界就困难了、啊，就唔是一个容易嘅代志啊。难在什么所在？ 难在咱无量劫来习气太深，生生世世无量劫浑习的湿气，那想要断断未去。真侪当修来甲讲，真想要断啊！可是境界一个现前，家己未当做主啊，又随着境界走去咯。 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家己无够透彻，也就是认识无够清楚，合法的分手就非常重要了。那不是上上军人分手重要啊？ 常常军的人安怎麼来呢？激起心中佛法分消的力量，前后有因素啊！生生世世下佛，生生世世乞丐，乞丐才不得人心，失人心啊。 最加限度五戒十现啊清楚啊，啊真正做到啊，即能保着人生啊，不失人生啊。佛法分析的力量强，念念无去忘记哩。在得到诸佛护念，良天善神的保佑，你的人生。 有机会，搁问到佛法，累世修行嘅善善果啊，分析成上官立地，中下官性嘅人，唔是讲你无学骨，无学骨你就无善官，你有善官，断断续续，这种善官获得。 若有落无，这一生当中有缘分断掉了，功夫不得了，这才是真正的原因啦。那想要功夫得力，有方法无？有，加强经教的分析，就会用哩。 更高的分析一定是达江不断，诶，当有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，伊就起作用。对于断恶修善，就感觉袂困难啦。今他哩大家对于。 梦想失去真二端啊，精高分析的力量太少，所以世尊当年在世，甲咱做一个模样，做模范，咱来注意啊，绝顶袂用疏忽啊。佛德在世达干干经八小时啊。 参加會的大会，遐大将、陈军福、蝶银炎，拢比咱啊深好。大刚也倒来半小时复习，因听经、一开悟、一正果，得的家。咱复习的时间太少了。 所以听了后，未开悟；不但未开悟，听了还胡乱想，用家己的意思去猜佛佛经教的意思，拢猜错了。这是在修学过程当中，无限知识教导你啊。 或者华严，你啊看迄个大地道的東《大智度论》的拢讲，佛法无定算啦，随地无定解啊。世间个较聪明智慧人，无办法解佛的意思啊。为什么呢？世间人读佛经、听佛经，拢是胡编乱想啊。因为家己捌咯。 其实差错太大了，你哪有办啊？佛<对>法的修学，要安怎才会当解如来真实义？高德教人成就根本地。 根本地成就了后，自然有德地就随之现前，安尼即系能解惑真义。<noise>